轻搭双膝，翻转掌心向上，大拇指与食指相契合，其他四指放松。将您的脊背伴随吸气，逐节的向上去延展，双肩向外旋转一周，感受你的肩胛骨向下沉。先去调整几组自由的呼吸，来放松我们的身体。闭上眼睛，去试着将您的呼吸调整的均匀、缓慢。放松你的脸部表情，放松嘴巴、喉咙，深深的吸气，小腹微微隆起，缓缓的吐气，肚脐转向脊柱方向。吸气时，腹部向外扩张。呼气时，腹部向内回收。去保持这样的深呼吸，感受吸气有多长，呼气就有多长。去试着延长我们的每一次呼吸，感受你吸入了宇宙间所有的氧气。能量伴随你的呼吸，缓缓地向下沉，沉入到你的小腹，沉入丹田。此时你感受你的脐下三指的位置，丹田有温发热的感觉。感受你的身体无比的放松，感受你的意识无比的专注。
在眼窝处，缓慢地转动眼球，慢慢地张开双眼，将你的双腿向前去伸直，动作轻柔缓慢，去双膝跪在椅子上。我们的所有动作都要慢一些。双手放在垫子上，双膝交叉展翅，双脚离大脚趾胸处，双膝向身体的两侧打开，与身体同宽。随呼气的时候，将身体缓缓地向后，慢慢地坐在你的臀部，坐在你双脚的掌心中间，低头向下落在垫子上，宽膝一问直。要把我们的身体放松放空，如果您的臀部落不到脚后跟，或者是您的臀部翘得比较高，身体比较僵紧，你可以将您的双手手背交点放在你的臀部下方，去帮助你的臀部向下滑，让你的脊柱更加的舒展放松。在这里去配合呼吸，来放松你身体的每一个地方，放松你所有的肌肉，闭上眼睛，去享受当下，感受体内阴性能量的上升，去感受你瑜伽的阴柔之美。慢慢地抬起你的头，将你的双手缓慢向前伸直，吸气的时候缓慢地拱背，慢慢地起身来到四脚板凳时，呼气时将重心向前移去，手肘直接俯卧到地板上，俯卧下来，将你的双手放在你双肩的正下方，两个手肘向下落地。我们先做一个海豹式，来调节一下身体。双手落到垫子上，小臂落下来，手肘在肩的正下方，手肘在肩的正下方，小臂落地，双手摆开于肩宽。好，吸气的时候抬头，脊柱向上去延展，呼气闭上眼睛，保持在这儿。我们先做个简易的体式来伸展一下，今天我们的主题是我们的足厥阴肝经和我们的足少阳胆经。那我们经常听见的一句话也是肝胆相照，古人有云肝胆相照，那我们今天来解析一下为什么要肝胆相照。我们的肝脏和胆囊是一对相互依赖的器官，肝脏为阴性的器官，胆囊为阳性的器官。我们的肝脏主要是
造血来分解我们食物中不能被分解的毒素，比如说我们食物中的一些残留的农药，还有一些垃圾食品里边的一些沉淀的毒素。当你的人体不能被人体所吸收分解以后，就用我们的肝脏来帮它分解，然后它分解完以后再输送到我们的排泄的器官，然后排出体外。那我们的胆囊是来装我们的肝脏分泌出来的胆汁的，所以它是阳性的一个经络，它们之间是一个相辅相成的一个过程。我们都知道，如果每天早上不吃早饭的话，就会引起我们的胆囊炎或者是胆结石等各种胆囊的问题。那我们的胆囊炎或者是到最后也变成了胆囊癌的时候，我们的浑身都会非常非常的疼痛，然后我们的整个身体都会发黄，所以要好好的保护我们的胆囊。今天这堂课非常非常的重要。好，将您的大拇指向前齐，大四指向外，伴随吸气的时候，手臂把身体慢慢的向上推起来，非常好，保持在这里，去放松您的身体。我们刚才讲解了一下肝经的生理机能，那我们现在来讲解一下我们肝脏的能量特质。所谓的能量特质，就是我们肝脏在中医的里边讲了一些主要的功效。我们的肝主魂，如果你长期的失眠的话，就是因为你魂部手摄造成的。那我们的肝也主筋骨，如果你的肝气气血不足的时候呢，我们的身体就会变硬，然后我们的筋就会变得更紧一些。肝经运行的时间是在我们下午，是在我们晚上的1点到3点的这个时间段。那在1点到3点的这个时间段呢，大家最好是在深度睡眠的一个状态。白天我们的肝脏把这个血液输送到我们的身体的每个角落，输送到全身，供我们活动、眨眼睛、工作以及学习等各方面的运动来运行我们的身体。那到了晚上的时候，那这些血液就会回到我们的肝脏，去重新的滋养肝脏，然后生出新鲜的血液进行交替。所以我们一定要在凌晨的时候1点到3点的这个时间段去进入到一个熟睡的状态。所以我们会说熬夜会伤肝。那我们肝脏的主要情绪特质就是我们的怒伤肝，所以我们要减少愤怒的生气的这个机会和这个频率。如果你经常长期的暴躁愤怒的话，那我们的肝就会出现很多的问题。肝的问题会直接反映在您的眼睛上。好，屈手肘，身体缓慢的向下落下来，将双手放在身体的两侧，头转向一侧，去缓解一下腰椎的压力。双手放在身体的正下方，呼
膝的时候，屈膝手推臀部向上，来到我们的四脚板蹬式，不要踮脚，四脚板蹬式。将你的右小腿打横，握在你的双手之间，把我们的臀部向下落，坐落在垫子上，小腿向前并向外，脚尖回勾。如果你的臀部坐不下来，要先把你的髋摆正，左髋向下，然后右侧的大腿去向外旋。髋如果扣不下来，那你的身体下去的时候就是歪的。我们在上一节课的时候讲过了，你可以将你的垫子垫在臀部的下方。把臀部垫高，臀不要有意识地坐在垫子上，直至垫在下面，你的垫子可以再往前一点，把大髋摆正，双手放在身体的正前方，吸气的时候抬头向上去延展脊背，呼气手臂带动身体缓慢地向前向下。吸气手臂，把身体微微推起来一点点，然后保持在这个位置，先不要着急动。伴随呼气的时候，将你的左手从体前穿到你的右侧穿过来，掌心向下，身体伸直向下俯卧到垫子上，将你的右手臂向前伸，左手臂向远伸，保持你的双髋成一条直线，脊柱不要侧弯。如果你觉得非常的疼痛，你可以将你的身体往回推回来一点点，保持在你能够舒适伸展的位置即可。我们在体式停留的过程中，大家可以闭上眼睛，来慢慢的听我讲解我们的经络和穴位的一些养生知识。我们肝脏最喜欢的味道是酸，酸入肝，所以适量的吃酸味的东西会滋养你的肝脏，比如说我们的山楂、柠檬，还有很多很多的带酸味的水果。然后绿色的食物会滋养你的肝脏，春天是养肝的一个非常好的季节，所以我们在这个季节的时候多吃绿色的蔬菜，然后去做一些养肝的一些练习。
那春天也是肝火比较旺盛的一个阶段，所以大家在春天的时候可以喝一些菊花茶，然后吃一些养肝的东西来平衡一下我们的身体，平衡肝火。我们的四季养生，我们的这个身体的内脏都是顺应着四季来走的，因为春天万物生发生长的一个季节，那绿色的东西又比较多一些，所以我们这个时候养肝是最好的，春夏这两季。肝血不足会导致我们的女性提前闭经，经血过少，然后我们的经会失去弹性，身体僵硬，所以我们的肝也藏血。肝藏血可调节血量，人在动的时候血运行于各个经络，人在静时血就回归于肝脏，所以心静闭目养神是最好的调养肝血的方法。就比如说你现在在这个体式停留的时候你是静止的，那我们的肝就会，我们的血液就会回归于你的肝脏去滋养你的肝血。所以在体式停留的时候，大家一定要保持你的心平静安宁，这样才能去让你的肝血更好的去调养。往吸气的时候，将身体缓慢地向上举推起来，动作轻柔缓慢一些，将双手放在您肩膀的正下方，点起，把髋关节向上挺，然后把我们的垫子轻轻地拿开，肩胛向后撤回到四脚板上时，然后我们在这里保持一小会儿来缓解一下身体的紧张和压力。大家可能对阴瑜伽都有一个误区，就是阴瑜伽只有男性才可以练习，其实不是的，只有女性才可以练习，其实不是的，阴瑜伽其实适合所有人练习，尤其是男性，因为男性的平时的精神压力会比女性更大一些，那身体的亚健康状态也会更多一些，问题会更多，男性的脾气暴躁也会让我们的身体更加的僵硬，那我们通过阴瑜伽的练习可以让你适当的沉淀下来。现在我们将你的左小腿向前打横，落在你的双手中间，保持小腿平行，脚尖回勾，把腿向后去伸直一点，右腿向后。好，如果这时候你的髋摆正了，右髋向下压，你的臀落不下去，把垫子垫在臀部的正下方，但是身体不要有意识向右，向你的左侧去坐下来。好，呼吸，手臂带着身体慢慢的向前落下来。放松一下您的身体，我们接着刚才的继续往下讲。肝肾同源，一般肝血不足的人必定会牵连到肾精不足，那所以保肝也是养肾的一种方法。女性在经期、待产期还有这个妊娠期的时候都是和我们的肝有关系的，不要去小看你的肝经，有的人可能他的不孕不育就是和他的这个肝血不足有关系，和他的肝有关系，所以我们这个时候呢需要去多多的关注一下你的肝脏。肝有两大功能，第一个是主疏泄，可促进消化，调节情志，维持气血的运行和水液的分布，还可以调理生殖系统的一些问题。第二个是主藏血，白天血随气运行供您做事、
夜晚人睡着了，然后赤窍冷血，滋养肝阴。每天凌晨一点到三点，身体的气血会聚于你的肝骨，故此时必须要熟睡，阴血才能生养。那我们毁坏肝的最大天敌就是怒伤肝、熬夜、暴脾气、郁闷，都会让你的肝精受损。肝主筋骨，然后平时多压大腿内侧的筋，同时拉伸身体各部位的筋，对肝系统都有非常好的好处。所以为什么我们说练习瑜伽，会让你的这个生理期回到一个正常的位置，把你的生理期的量也会回到正常的位置。如果你在练习瑜伽之后，身体的这个不是很明显，你可以尝试来练习一下我们的阴瑜伽。平衡身体的阴阳，让你的身体从内而外的达到一个非常平和和谐的一个状态。好，吸气，将你的手臂轻轻地向上推起来一点点，然后将右手从你的左手与左腿之间穿过去，穿到左侧，身体缓慢地向下落下来。如果非常的疼痛的话，可以将身体推短一点。我们在《本草纲目》上有这样一句话：肝为血之藏，魂之处，精之宗。那我们肝藏血，刚才也讲了，魂之处就是如果经常走神或者是失魂落魄的样子，那就是你的肝有问题了。如果你的肝出现问题，我们就会出现魂不守舍，然后注意力不够集中的现象，然后睡觉的时候总是多梦，睡不着觉，失眠，就是我们所说的神经衰弱，都需要来调养你的肝。精之宗也是刚才我们讲过的，如果你的肝有问题，我们的身体就会变得非常非常的僵硬。我们每天晚上临睡前花10分钟来刺激肝经上的这些穴位和我们的肝经，会对你的睡眠有非常好的帮助。好，吸气的时候，手臂将身体缓慢地向上推起来。手放在肩的正下方，把我们的垫子拿开，前脚向后撤回到四脚板，蹬式。重心向后移，大白式放松，休息一下，放松一下你的腿。身体缓慢地向上坐起来，将你的双腿向前伸直，腋下两侧向后提拉臀部肌肉，保持你的脚尖向前，脚尖回勾。好，去右膝，把你的右脚从你左膝的下边穿过去，准备放松时脚尖回勾，去左膝，双手把小腿向上腰型上来，然后将脚踝放在膝盖的上方，两个小腿交叠在一起，双手放在体前，
好吸气的时候背部向上伸展，呼气的时候身体缓缓地转向您的右侧，双手放在膝盖的两侧，转向右侧，身体转向右侧，双手放在膝盖的两侧，吸气向前延展脊背，呼气身体缓慢地向下去落，放松一下你的身体，把我们肩膀放松，手臂慢慢地向前伸，可以的话俯卧下来，如果俯卧不下来没有关系，手臂推在那儿，不用再向下这里，或者是在你的身体前侧垫一个垫子，把身体放松。视力减弱、白内障和眼盲都会出现关系，所以肝的作用是非常大的。然后在这里给大家普及一下，为什么肝脏一旦被发现有问题以后，它是问题都是特别特别严重的，因为我们的肝脏是一个没有痛觉神经的一个脏器官，就是当你的肝脏发生病变了以后，你可能身体没有任何感觉，没有觉知，当你的肝脏都全部都病变完了以后，然后这个病毒啊也好，或者是我们的这个癌变也好，影响到了它旁边的器官了，你的身体才会有疼痛，才会有感觉。所以这时候你再去医院做检查的时候，几乎你的肝脏已经就是快不行了，几乎都已经病变的不剩什么了。所以我们肝脏在一去做检查的时候，要么就是肝癌晚期，要么就是肝硬化，就是非常非常严重的问题。所以大家应该每年至少去做一次肝部的一个体检，经常去关注一下我们的肝脏。好，吸气，身体缓慢地向上起，慢慢地向上。好，呼气，把我们的身体还原，将你的下方腿向前伸直，上方腿顺势向后提拉，向臀部的外侧，到臀部的外侧，对，膝盖向下，双膝重叠在一起，把脚背向后。向后提拉一下臀部肌肉，好，双手放在体前，吸气的时候身体向前去延展，胸骨向前，呼气时身体缓慢折叠向下，闭上眼睛保持在这里，这时候你会非常非常的疼痛，会有剧烈的拉伸的感觉，尽量去调整你的呼吸。我们的肝经一共有14个穴位，循行的路线是从下向上去走的，所以你要去补你的肝经的时候，去滋养你的肝脏的时候，你需要从下向上去敲打你的大腿的内侧。我们的肝经起源于大脚趾外侧的大敦穴，我们的大个同学给大家用手来讲解一下。大脚趾外侧的大敦穴，在大脚趾的大脚趾外侧的大敦穴，对，在大脚趾的尖的这个位置啊，这是我们的大敦穴，对，这个是脚的外侧，这个是脚的内侧，所以我们的大敦穴是在大脚趾的外侧，大脚趾尖的这个位置，这是我们的大敦穴。
您可以轻轻的去按揉一下那个地方，会有一点点酸胀的感觉。然后我们的肝经顺着你的大敦穴向上，到达您的脚踝，一直向上，沿着您的大腿内侧，慢慢的向上去运行，在你的肾经和脾经的中间。然后沿着你的整个身体前侧向上，到你乳下的第二指和第二肋和第六根肋骨的中间七门穴，这是我们的这个肝经的走向。好，我们回到刚才的姿势。我们在给大家讲解的时候，大家就保持在这个姿势不动就可以了。这是肝经的走向。那你肝火旺盛的时候，想要泄肝火，你就从上往下敲；你想要滋养你的肝阴，你就从下往上敲。每天晚上睡觉前敲一会儿，可以让你帮助你的肝脏养血。好，吸气，身体缓慢的向上起，将您的腿向前伸直，换另一侧。去右膝，把脚放在左膝的下方。你刚才就是左膝。去左膝，把左脚放在右膝的上方，脚尖回勾，把双手放在体前。吸气的时候，身体向上去延展；呼气，身体转向您的左侧，手放在膝盖的两侧。您可以伴随呼吸，缓慢的向下走，去找到自己身体既舒适又放松又能伸展的一个位置。如果不舒服，就把垫子放在您的体前。我们讲了这么多肝的一些知识，现在我们来讲一下胆经。我们的胆经主要是储存肝脏持续分解出来的这个胆汁的。这个胆汁主要是掌管我们食物消化食物的一个重要成分。如果你的胆不好，你的消化功能也会受到一些影响。胆经在我们的晚上的11点到1点之间是去运行的，这个时间胆经是最旺盛的。如果这个时间段你还没有睡觉的话，你可以用双手敲打你。